习近平出访沙特的目的，要将沙特国防解放军化，在中东推行石油人民币和数字人民币，还将在中东输出导弹、核武器和生化武器，彻底将美国势力赶出中东。在中东版图中，土耳其传统仇美，伊拉克完全被中共收买，伊朗、叙利亚紧跟共产党，以色列、阿曼亲美但不得罪中共，阿联酋军事上跟随美国。 经济上跟中共做生意，现在沙特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国防已经换成中共装备，接下来朝鲜、沙特东风十五、东风四十一导弹系统很快量产，其他中东国家装备东风导弹系统，甚至核武器和生化武器。如果习近平沙特之行目的达成，中东一多半国家就会宣布使用石油人民币和数字人民币，那伊朗、沙特、伊拉克就会紧紧联系在一起。 中共的势力范围将涵盖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。